早安啊，我们今天来试玩的一款游戏是前两天好像昨天才刚出的一款免费游戏啊，不过它关卡有点少，据说就目前只有三关啊，所以我们可能大概玩个一到两关，你们有兴趣的话再去把剩下玩玩啊，后面可能会持续更新，不过毕竟它是免费的嘛，所以更新大概比较慢，但是如果你们喜欢的话，那自然是不用钱就快下载吧。它是一个塔防类游戏，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塔防。好像开始了，我们看一下哦，来了。I'm back, my friends. 来了，这里就是塔防的点了。Let's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这是一个小孩子在他的房间里面玩游戏，再次见到你很高兴啊。好，我们需要保护我们基地免受敌人的侵害，开始吧。有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看到我们防御的点，然后这里是敌人出来的地方。 OK， 来了，你看点会从这边来，然后我们要部署我们的塔楼，然后它的放法也很有趣，点击你看放上去是不是感觉还挺棒的。然后看一下、哦、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视野，在这个范围外。但是你不觉得感觉就很有趣吗？来，敌军来袭，跟一般的塔防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它就是塔防游戏啊。OK， 我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的视野就在这边。好，光有防御塔不够，必须派兵反击，然后步枪手引导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哦，过来！啊，有了有了有了！我们的步枪手，有些塔防是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士兵在就是场上移动，但可能会被攻击到。不过伤害好像还好。在第一波的攻击中幸存下来的长官，如果要赢得游戏的话，必须克服所有的袭击，带足够的敌人。好，20个星星给我们，带足够的士兵啊。星星可以干嘛？啊，星星可以来放塔。好，然后来，我直接把它全部放完吗？我可以升级哈，有了，升级好了。OK。这个是什么？新的敌人，敌人是机器人。来了，准备时间到了，他应该会主动出击。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士兵，你就在那边移动吧。OK， 应该是，我看一下，我这个还需要升吗？我还可以再升，增加人数。哦，然后塔最高就是这样，应该会有其他的塔可以让我们用。哎，我的士兵会被攻击吗？还没打到。OK， 接下来是这个塔我们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能直接打了。这感觉起来蛮有趣的，对不对？就是它的视角很特别，这让一般的塔防游戏变得蛮多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哦。我们从原本的小小一发一发变成了步枪哎，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那个声音再稍微大一点点，对不对？我原本想说怕太大声会影响到 ，OK。有了，第一关好像新的敌人，生命值高，移动速度比普通部队慢。我们在进入战斗之后就只能派一般的兵而已，不过应该就够了。对耶，最前面一个塔就撑住了。敌人呢？加速！哎，音乐会跟着加速哎，还蛮有趣的。OK， 后面那个塔完全用不到，然后
这里我们再放一个。I was looking for you. OK， 然后开始。Fire! Fire! 快过来。好。其实一个塔好像就蛮够的了。然后第一关，它总共就三大关，但我们今天应该是玩不完。就看你们有没有对塔防有兴趣了。其实塔防的游戏也蛮多的，要怎么把塔防游戏玩得好，其实做得好，其实也不太容易。他攻击我们吗？会呀，会呀。哦，我的士兵。Another one is coming. 我们士兵去了。Protect yourselves. OK， 袭击已经过去了。Oh, that's awesome.That was an easy victory, little friend. 饼干准备好了。I'm coming, mummy. 刚刚想到小时候，要跟自己的玩具玩呢，对不对？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只是里面不会真的有电跑出来。第一章级别二，总共有三章，好像，哎，是一章的三关还是三章？不太确定。就是我看其他玩家说，大概就是三大关。然后游玩时间其实没有很长，所以如果你正想下载来玩的话，那影片快关掉。饼干，回家。These cookies are delicious. 他们会攻击我们的鲜奶吗？机器好像变比较凶哦。I don't even remember these toys. 加农炮，我会使敌人晕眩。That's an order. Right here. OK. 加农炮，增加射程。我们好像做这样子，然后等一下杀掉敌人之后，我们还会再加一点兵可以放。喃喃自语。来喽，加农炮。嗯，好像还好哎，加农炮伤害。我们现在多了新的兵种，实弹兵的样子。Faster，faster，faster， 可以。加农炮目前的伤害没有问题。然后它的音调是英国腔吗？有没有人知道啊？它的音调好像有点不一样，蛮好听的。我们现在还有六点，它现在给的不多嘞。对呀，刚刚是因为有他额外给我们蛮多点，所以那一关就很好过。大炮无法向他开火，太狠了吧 ？OK， 那我的掷弹兵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我该不会第二关就要输了吧？还好，他也是有他的作用就是了。对耶，子弹兵，子弹兵是范围的。哇，我子弹兵被干掉了。I was looking for you. Fire! 为什么你要用爬的、啊？他这个，我们不能爬到里面，所以他在外面是很容易被攻击到的。Oops！ 有点像狙击手这一只。那你要不要过来？不想动了耶。好了，来。啊，没有，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它不能移动，准备的时候是要放炮台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塔要赶快升级，我觉得这个塔升级有差，就升级中间的好了，中间感觉不管左右来好像都打得到。对，有。对啦，他是狙击手，所以他就站在这个远远的地方就好了。好，要不然到时候被摸到又要死掉了。然后看一下哦，飞的好像没有来了。OK， 下一波是没有东西。看一下，
新敌人他有四个不同的腿，可以快速移动，并对你的部队造成很高的伤害。看一下，我们就在那边不要走，不要动，这样面对这里。哦，感觉他如果出的关卡很多的话，后面玩起来会蛮有趣的，对不对？这个再升级要多少？12，刚好。来，但敌人的数量好像略显少了些，对不对？我说敌人的那个种类，然后难度上面也还好。嗯，那可能现在才在测试。前期我在想，就有点像序章的感觉啦。Get him！ 嗯，应该是序章的感觉。看一下哦，四点，结束。Protect yourself！ 那个加速的声音真的蛮棒的。来，哎呀，呜、oh, no! 哦、！My tower！ 哦。他直接外面会有额外的东西把它挡住，哎，所以变成单边防御就是了。这好多只，好大只的，慢慢来，不，快快来才对，再慢慢来要打很久。完蛋，完蛋，那个 ，OK， 有了，这个节奏快多了。我现在十点，我想要把它升上去的话，大炮的炮管增加一门呢、欸。四点可以提升它。来，太慢了。You'll see the best commander ever. 我，升级，哇、哦，双炮管，哎、欸，它、啊、升级就不啊，因为它是远那个。飞的，飞的打不到。嗯，来，我还需要再派一支兵吗？应该不用，那一支就够了。啊，它的变成双门，它还是一次打一发而已，只伤害可能加倍吧。我这款玩起来好像就，我觉得可以玩一下啦，毕竟它是免费的。但你要说它很好玩吗？好像也还好。这倒是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玩游戏那种感觉了。难度上我觉得有点可惜啊，你可能是因为我们玩过比较多就强度比较高的游戏，这个比较像是给小朋友玩的，所以如果你家有小朋友，哇，你本身就是小朋友了，可以下载来玩一下，还不错。凯文的房间第一章级别三。通常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玩具，所以他的房间里才有这么多的玩具。哦、还有一只猫哎，所以我们等一下轰炸机士兵可以造成多个，应该是我们刚才投掷的那个吗？哦，场地变成地板了。No, that sound couldn't have come from this. 哎，猫咪，哇！有没有看到可爱的猫咪在那边睡觉？只是猫咪的比例怎么感觉跟一个小差不多，差不多。好，看一下哦，自己堆的积木，然后敌人在那里。我们这里应该看一下多了一个什么？这个加农炮，大型。那就直接看一下。这样，然后这样。Here you are。然后这里前面一个最简单的士兵塔。It fits here very well。然后后面再一个加农炮。We need you, little one。OK。好，就这样，开始。
我们多了一个哦，机枪哎，快快快！机枪可能要在这里守着。哇，这个都是飞的。机枪你打得到吗？打是打得到，但是他好像要去了。哇！快！哎哎，完了！再一个啊，完了！哦，一二三四五六，六格血迹就没了。I trust you. 哇，我好像不应该这样用哎，对不对？多了个新的敌人，和你的士兵一样，这个机器人可以远距离射击。难度开起来了，嗯，但我们刚才浪费太多了，其实我们这个塔应该要多升级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加农炮会是如何。完蛋完蛋完蛋！加农炮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发挥作用哎，哇！还没有机会发挥作用。他的攻击范围应该要很远才对啊，为什么没看他打过？然后士兵基本上一对一打不赢的，哇，一对一打不赢，所以士兵的功用就只有在就是真的应急的时候。完蛋！等一下，哎，我现在不能叫小士兵出来。可以。How about this? 来。We need you, little one. 这里。Kill them all. 哇哇！哦，哎，不行哎，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霸气了。前面说很简单，结果。我们已经快要输了，我们士兵又死光了，多了一个什么？他根本不在乎你的士兵，他的生命值太高了。哇！ Protect yourself. 多少加哎？哇，我们一直在打他，结果导致那些其他的。Okay, 哦，破击炮不错，破击炮的效果其实还不错，打这个大只的伤害非常的好。有了有了有了，撑住了。OK， 再来。他如果要再升的话，我觉得他把他升到最高是最强的。那个打的打的速度明显有差。有了啊，他不是啊，他是两个士兵在上面打了，那并不是换枪了，我霸气。OK OK， 点呢？ Come on, 啊，大只来了，啊没有，那这里游戏节奏真有点小小的慢，我还可以啦，休闲玩一下，真的，我觉得他的定向应该是给小朋友玩。啊，或者是有童趣的大人，或者是你不想长大的大人。完了，飞的，完了，我才刚讲，我们可能被灭了。OK， 要扣三 D 了，不擦，不擦，不擦。No， 哎、欸，不是，我输了。No。That sound couldn't have come from. 刚刚是哪个八七说这游戏不难？对不起，我真的是八七。I was looking for you. 我觉得我们这个改加农炮，然后这个炮台就先不要了。It fits here very well. OK， 升级，然后我们士兵死太多了。刚才说没难度就输了呢。就输给小朋友了，我还说是小朋友玩的，我连小朋友都赢不了。OK，
破炮，可以可以，破炮伤害其实还蛮够。好了，第二个，我的士兵的效果不好，士兵效果真的很好，但如果有个狙击手倒是不错，这狙击手伤害还蛮够的。但我先把这个塔给升上去吧。OK， 升级。完了，扣了一格。升级会怎样？增加射程跟伤害。我现在只有七。来，放一个这个看看。然后那边守着包会如何 ？Fire！Fire！ 哎、欸，我又要。Come here！ 我打不赢一只士兵打不赢一个，然后这个机枪打不到，完蛋了，完蛋了，哎、欸。完蛋了，怎么回事呢？No, that sound couldn't have come from this. OK， 我怎么会在这一关就连输了呢？我想想，我们前面这里是一定要，还是前面其实 ？Come here， 放一个这个，范围有够大，然后 here, 这里两个，这里再一个。OK， 来，然后先把士兵塔升上去。我们先升个三级士兵塔看看。前面还觉得很简单呢，怎么难度瞬间喷上去了？还是因为单纯我八七，我觉得我八七的可能性也蛮高的。有了三级士兵 ，OK， 士兵的效果真的还好。但有可能是一只太少了，那可能要一整群，对，一大堆士兵说不定就不错。Get him！ 好了，哦，这个范围在前面打真的很有用。Ha！ OK， 可以了，可以了，对对，就是这样，你看，好，这里也在升，来吧。应该是没问题了吗？他那个会让对方晕一下，晕一下的，效果蛮好的。嗯，这效果还不错。有了，守住了，哈哈，可以。下一关大只的来了。大只的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啊，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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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大只的不会缓哎，还好他那个炮打下去，一个就是掉半条了，不跑升级，接下来再升什么？开始用炽热子弹，是会留下。火在地上吗 ？Come on, my friends！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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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下来，没有问题。哎、欸，飞的，全飞的，破炮不会打飞的，就另外两种炮都不会打飞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炮步兵塔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哇，这一次打掉四个哎，两发清空哎啊，完了！这个我们守得下来吗？啊，飞了一个走。哦 ，OK， 可这样白扣血，白扣好多。嗯，
我觉得我们这里再装一个小小的好了。Come here. OK。嗯，我们刚才花死了一只，所以这个就在后面躲好好的吧。这个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伤害，然后同时又来飞的。哦，这个炮台虽然说不会打飞的，但是它其实是会有箭射伤害的。OK， 再来，看看不会来个炽热子弹。有，没，他升级好像只有伤害变高。嗯，感觉起来好像就其实只是伤害变高，还没有额外的效果。但想想也是啦，这小朋友在玩的那个积木，如果这个炮台会喷出火来，真的在地板上烧起来，好像也。蛮可怕的。哦，这个大只的很烦，我开始觉得它没什么。Protect yourself. OK。有。可以，它那个箭射伤害真的不错。这个大管的真的还挺好的。可以，没问题，过关。哇 ，BOSS 吗？哇！这个时候赶快叫，然后。我很多点数，士兵挡着，好像没办法哎。哇！他还会把人拉过去。守在一个，哇！那这边他们全部都 ，fire！ 看一下，我还可不可以再？完了！哇！哎，他那个机枪没有在攻击，对耶，他们没有在攻击啊。如果刚刚有攻击的话，不行啊！就算有攻击，刚才那个伤害可能也不够。应该也不行。哇！他一敲就直接死光了。哈哈。怎么办？这样算是……No。哎 ，That sound couldn't have come from this。什么？这一关再来一次。这关再来一次。It fits here very well. I was looking for you. 我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啊？可能需要这个炮台，对，加农炮可能还多一点。想看，加农炮再多一点，那个大字出来，那个感觉就需要加农炮。对，就是妥妥的需要加农炮。来，直接开始。哎，我们后面这边也是用加农炮，还是用全都加农炮吧？好，
满满的四个加农炮打他一个，但飞的会有点麻烦。飞的会有点麻烦。哈！对，没有问题。好，再一个。I need you。四个。It fits here。Go。这样行吗？只如果飞的飞太快，我觉得我们会不太妙哎。飞的会有点不太妙。OK， 有了有了，飞的弄掉了，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给升上去，然后那个炮台这个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很需要，还是我们全部都用这个迫击炮啊，可打它不知道有没有效果。OK， 这个两个士兵有了。可以可以可以，继续大只的，然后把这个也升上去就好了。只要飞的我们解决掉了，其他的其实走过来都被我们吃掉。哦，飞的，有有有有，飞的血很少，血还好。对耶，这样好像是最好的。这边吃掉，然后两只大只的，这里也升级吧。破炮再升，好像只变双管，就是伤害比较高而已。OK OK， 一只解决了。哎，他走下面哎，这吃得掉吗？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来，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赢最后那一只。这关后来后面确实是开始需要比较动脑，我觉得还不错。跟我一开始我们前面玩的感觉是有差的，还不错。有了，升上去，好，这样飞的应该是完全不用担心了。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两个前排的，来把它升一下。那可能不要士兵，士兵会被打爆。可它会攻击士兵。对，那只是会攻击士兵的。OK， 来，直接叫过来，破炮。这个小小只的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伤害了。对。OK， 我在想要不要放，先把那个炮台升上去好了。哦，飞的直接一炮打掉，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哇，这个飞的好多哦，一炮全部清空，然后升上去，来了。Activated， 这样念的吗？我英文是美术老师教的。OK， 他那个累积打到一定伤害，他会给。应该可以吗？感觉不行哎。他会一直往前走。
OK， 加油！不行啊，他会一直往前走哎。再一只。再管，啊，跑出射程了，哇！好像不行哎、欸，还有新的士兵会来，快快快快！哎，哈，又输了，哇 ，OK， 看来他比我想的。还要难蛮多的，我们要怎么打？想想哦，我们刚刚最后那边四个破炮吗？用四个破炮砸他，有没有机会？嗯，然后士兵一次笨太多，太多士兵他那个其实也是碾过去就没了。好啦，这个王交给你们好吗？因为他是免费游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帮我解决掉它。我们以为猫咪会跑过来把它咬走，可恶，这猫咪还在睡觉。好，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吧。有兴趣的话去下载来玩，然后帮我干掉那一只。啊，之后如果有看到一些有趣的新游戏，再拍给他看喽。那我们就是下次，可恶，竟然输给他。下次再见，拜拜。